起势，左脚开立，两掌平托，屈膝按掌，起手时要注意两臂的内旋，屈膝下蹲时要保持上体中正，松腰敛臀，左右揽扎衣，提脚起掌，袂步接手，弓步开掌，根部合掌，右揽扎衣，根部合掌，注意下蹲时虽然身体下蹲，但是要求头上领，合手时要保持上体中正，两掌在运动过程中始终保持承接对手，根部与合手要求一致，左单边转身带掌，袂步开掌，弓步推掌，转身时要以腰带手，袂步与开掌相一致，弓步推掌时要注意承接垂肘，提手上势，收脚收手，转身时要求实脚脚跟转动，虚脚脚尖转动，白鹤亮翅，袂步交手，收脚分手，根部分掌时要求右手右脚相系同动，左右搂膝傲步，转腰握手，侧步伸掌，屈蹲捋掌，转身提掌，弓步搂推，右搂膝傲步，提脚提掌，袂步提掌，弓步搂推，搂膝傲步过程中要求两手相系相吸，如一线相牵而动，定势时要求沉肩坠肘，力达掌根，注意保持上下协调一致，连贯圆活，进步左斑兰锤，转身翻掌，提脚握拳，袂步扳拳，提脚拦掌，弓步打锤，转体时重心不要后移，两掌内含合劲，提脚与握拳要相随，扳拳要利用周身合力，
冲拳时拳不得超过脚尖，如分四臂，收脚作腕，根部推掌，迈步时要先稳住支撑腿，迈出的腿要有如履薄冰之意，整个动作要求轻灵沉稳，上体正直平稳，白鹤亮翅，迈步交手，根部分掌，动作过程中注意承接坠肘，切记不要出现纵肩毛病，抱虎推山，转体落手，转身提按，弓步抱推，沉身按掌，根部合掌，动作过程中要注意左右两侧胸，要配合两手的一上一下运动，提按与出腿一致，推掌与根部相一致，左右沿马分鬃，扣脚转身，弓步分按，白脚转身，弓步分按，转腰与上部要一致，两臂左右分开要与弓步协同一致，弓步完成时注意尾闾前送，腹部松劲，气沉丹田，手指尖不可逾越脚尖，手挥琵琶，虚部合掌，动作过程身体要保持平稳移动，对心掌，收脚抱掌，内部捧背，弓步架推，沉身收掌，根部合掌，抱掌时掌心相对，架推与弓步一致完成，气沉按掌，根部合手，请看第一段完整示范。